有了有了，魔术魔术，有了有了了，大家，你以为什么没有吗？我们什么都很多，来了来了，这一根是什么？这一根就是集聚粒子啊，不够要买啊，但是一天整打一场啊。Here we go， 谁射围？谁跟我说有射围 ？Who？ 超级巨化喷火龙第一场。来啦，指你啦，前面 BE 啦，一直点你啦，点你啦，你现在是派谁的？有看到很多人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在画面上没有看到很多人的感觉，在组队画面有，但是画面很震撼。我来打我啦，来打我，来打我，快点快点，来打我，来打我。OK， 来，我想看他打我的画面呢、欸。他打我会有什么画面吗？来，我在集气，我在集气。哎、欸，你的宝可梦不要一直打，要换一下哦。这时候换千面 BE 哈，该换什么属性还是换一下哈、哦。集气给其他的人集，该用有相克属性的水克火还是要派哈、哦。集聚水流哈，我们这边几个人，我看不到什么几个人呢、欸。好好，他的血剩已经三分之一不见了、哦，他剩下三分之二了。我再看一下我们几个人。三次三次，来啦，克属性要、哦。你那边几个人？你们那边几个人？朋友，你们那边几个人？小吉你射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？哎呀，我的梗鬼没有升呢，完了完了，我要 GG 了啦！哎，我这样死掉可以再进去吗？我从来没有，好像不行呢。哎，中途死掉了怎么办？还有机会吗？哎呀哎呀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半血了，半血了！赶快集气，集气，集气！旁边要集，来来来，再来千面 B， 所以要留一只哈、啊。那一只虽然是残血，但是就不要派上场，其他派上场集气。第二次了哈，这第二次超级巨化招式了哈，所以人多哈，人多可以这样。来来来，赢了啊！没有，吓死我了！但是他都没有出招哎、欸，他就一直在那边给我们打。他有出招啦，但是就没有很震撼。本来想说他有震撼的招式出招，也希望被打，但是都没有。好啦，来来来 ，Here we go！ Oh man！ 有了有了有了，好，再换再换再换换换换，耿鬼死掉没关系，前面 BE 保留。所以有些如果宝可梦你属性那个，你们自己要去交换哦，交换宝可梦哦。OK， 然后来，我的死掉了哈。OK， 前面 BE 我最后留起来啦，起码因为他是招式相克的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看啊你看啊，我前面 BE 残血只留到最后哦，哦，所以我残血哦，我但是残血我只是一直保他哦，二保一哦，所以你们要自己取舍哦哈、哦。如果三只都不是相克的，你要留一只到最后大招再派他出来，小招用其他当肉盾，有没有？我的前面 BE 一直留到最后。要赢了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！人多三次就好，人多三次就好。第三次了，第三次了。OK OK， 哟，要抓了、哦，有没有射尾？哦，美女哦，1601哦。等下 IV 100多少？哎、欸，那个火焰很好看呢、欸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截图一下超好看的，超帅的。哎、欸，这好看呢、欸，打我啊！欸、他就是站着给你打哦。香港没有人吗？那个呢？海港城啊，维多利亚港没人吗？那边呢？那个门那个中环呢？中环啊，中环朋友啊，一起打啊，都没人啊。桃园龟山，桃园龟山四号公园哦，综合四号公园人很多。好，综合四号公园。哎、欸，集结完，你来了、哦，北车哦，去北车附近。目前大家都回报了，北车人很多。北车，只要你到北车打开宝可梦，你就知道往哪里走了。别担心，到北车就对了。还有大安森林公园附近也可以。OK OK OK， 先抓先抓哈。你在南房哦，沙田有哦 ，CD 令甲。OK， 新店也没人。新店哇，欸，今天打这个很缺人呢。所以如果是台北的朋友，就直接玩大安森林公园跟安森。其他地方真的要需要大家帮忙，你想打没有人，那你就自己前往人多的地方啊！来来 ，S 了吗？哦，哎、欸，我们看看哦，抓到什么就是什么，不会退化哦，抓到什么就是什么。
耶、抓到什么就是什么，有没有？今天第一只有开图吗？这个没有开图，因为你已经有喷火龙了。它这样算开图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的图鉴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因为有吗？没有你啊，对啦，啊，可惜啦，有啦，所以它不是开图哦。然后叫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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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一下。有啦，他叫了，他叫了。哦，没有开图，但是很好看呢。当伙伴好不好？我们看看能不能当伙伴。哇、哦，两颗星好烂。好了，被挡到，对不对？跟你们讲两颗星。可以当伙伴吗？我看看哦，可以当伙伴吗？可是伙伴只是喷火龙呢，它不是超级巨化哦。对啊，你当伙伴，它就是喷火龙形态，它不是超级巨化在背景，那个只是在图鉴可以变身，可是它没办法在地图上啊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可以用超级巨化打，我们待会去打谁？去打另外两只啊，我们打另外两只啊。啊，你在天水围哦，那个 SYD 那边没有人，对不对？北车有人，是四十满。好，北车北车，台北朋友别担心，去北车。那其他地方没有人，你们有没有好心人士啊？分享一下你们那边有没有方便？除了台北之外，哪个地方很多人的？北车还打输哦，是这样？到了北车还打输，宝可梦有练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OK OK， 来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啦。到北车一定要赢啊！到北车还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过了今天还有吗？明天，明天，今天跟明天一个小时重更新一次哦，一个小时会再重置一次。所以你那边哈、哦、已经有了，你不想移动哈、哦？你今天想要、哦，如果你是在家的朋友，你旁边刚好有，你就在家那边一直打就好了。但是一天就是800粒子哦。好了，喷火龙出来，可惜它。不会是那个超级巨化的形态，所以超级巨化你只能在图鉴看，你只能在这边看，所以 没有办法出现在地图、哦、其实这本来就是大家都知道，连超级哦这个哦，但是很可惜啦，如果能出现在地图会更好哦，但是没有没有，还有有哈、哦，好，哇，巨城很多人哦！哎，新竹巨城好，哎，新竹的朋友直接去巨城了，新竹不要再找地方了，直接去巨城。来了来了，你那边全是妙花，来了，我这边还没打嘞，要守在有人了，有了，是死人了啦！哎，我没有超级极速化喷火龙哦，啊，我刚才那个死掉了，没有那个，我没有伤药了啦。庄玉龙可以参加。昆港福安宫九龙池哦，要找人哦。你也想要看棒球殿堂直播哦？你我才那么喜欢看。来来来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再想办法，我再想办法。棒球殿堂是不是？来啦！哦，闪电王牌，这是我喜欢的宝可梦，我期待它的超级巨化。可是超级巨化要有那个火大火球才好看呢、啊，大火球。要30个人以上啦，没有35个30个人打不赢哦，真的真的不要开玩笑，那个台北车站40个人，如果队友实力不够，40个人也是会打输哦，你打输不能再进去哦，只能等队友打赢，所以这个部分是掉了啦。好啦，那其实不是招式，那是火焰鸟本人，你以为是啾啾冒险野狼吗？去替身哦，对，那是替身，替身替身，那其实是火焰鸟。OK OK， 火鸟火鸟，我在哪里？我在你心里，大家心中有人人心，人人有 RA， 心中有 RA。OK， 来了，不玩了，第一个动啊，删掉删掉删了，几句火爆，打赢了打赢了，三只，但是火箭水箭龟跑了呢，我水箭龟跑了，那妙蛙花要抓吧。三地的绝招时刻哦，对啊，火鸟超级巨啊，对，超级巨地狱灭焰啊，下次我们要喊出来，超级巨地狱灭焰，超好看的火鸟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所以大家还是喷火龙，
的人气最高哦，超级巨地狱灭焰啊，真的，来来来，跳过跳过，你看我没有练对不对？我才1000多，不行，练一下练一下，升到2000嘛，我这样其实是不太好的。你如果平均其巨化宝可梦哦，没有超过2000哦，你的人数要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，你们派的极巨化宝可梦基本上都不会练，不会练太高，可能就是平均1500左右，2000以内。我相信大家去参加这个极巨化团体战，你们的 CP 大概是落到这个平均值，大概1600左右。那1600左右呢？没关系，但是要有人，人数要多，你35个人以上才有机会打赢。为什么说要人多？因为大家平均的 CP 都不高，就是像我这样子，就像我这样去打了，有没有？啊，就像我这样去打，平均只有1600，啊，这种 CP 不高，那你的人要多啊，人要多啊，好不好？超难抓哦，哎呦，我还是要抓到哎、欸，色尾的吗？色尾的妙蛙花吗？我看不派哦，不派了，派什么派？现在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有好的我才派啊！我现在都没有放啊，不想放，没有什么诱因啊。好了，色尾的吗？妙花，1 2 3，没有吗？你有色尾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好大哦，好大哦，那个脸很大只哎、欸，欣赏一下宝可梦做出来的那个模组。剩两颗啊。我先丢了啊！Excellent， 你有人抓到兽尾妙蛙花哦 ！LJY 恭喜！耶、yeah! ！不用跳三阵了啊！打赢了还要担心，还要担心会不会抓到哎、欸！哦，哦，斯帕克啊！终于哦！头发太长了哦，我说妙蛙花，要剪了，人家眼睛盖到刘海都已经盖到眼睛了，这要剪了啦，你那个花要剪了，要修一下。哇，已经有色尾水箭龟跟老喷哦，哎，我看你们 DC 啊，真的假的？放 DC， 我不相信，真的假的？骗我没看过色尾，我们看看 DC 好不好？的哪里有抓到色尾？哪里？哪里？谁抓到色尾？呀，你这是今天抓到的哦！哎，126，哎哎，进化一下啦！有人抓到色尾了，有，超级巨化，10月26，台北光复里，有看到吗？这只色尾哦，哦 ，OK， 来，还有什么？有没有抓到色尾的？分享一下。有人抓到色尾了，有，这个人他抓到色尾了。有哦，已经有人抓到色尾了哦。看一下还有谁？鬼师100，可以，恭喜，真的有人抓到色尾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已经有人抓到色尾了哦。哇哦，是哦，978也抓到黑喷了，恭喜。野车刚打赢了沈亨利，来换打水箭龟，待会还要找妙蛙花嘞。哦，很多都摆烂了，不能摆烂啦，打一下啦，不要加入都不打，没有那个啦，要看有没有那个战力啦，人多。台中新官三月可以啊，哎、欸，台中有没有新官三月的朋友？那个应该中港路台湾大道 OK 吧，那边人潮还是 OK 啊。中港路，来，我要换吗？哎、欸，我打死了哦，我刚才死掉没有换啊，来不及了。我要打保一只啊，来，和美乌溪廊道亲子公园吗？你可能要移动一下李阿伟，希望大家可以到和美乌溪廊道亲子公园，可能要找那个比较更知名的地方。什么？别人怎么会出到小火龙？怎么夸张？打超级进化喷火龙出小火龙，真的假的啊？
那真的是 bug 吗？不见了，我要靠队友了啦，我要跳三阵了啦。等我一下，我要跳三阵舞了。会输哦，会输哦！来来来来，我剩喷火龙了，没了啦！我说我没办法，所以我只能用火打水。OK OK， 来来来，火打水，超级巨化哦，超级巨化打超级巨化，但是没办法，我现在是火，我不回复了啦，没啦，我现在要靠队友了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队友，靠你宝可梦队友。OK OK。来了没了龙爪吗？我要跳三阵哦，不要啦！我不要打，我就狙了，我拜拜狙狙了啦！我啦！声援声援，准备，我们跳三阵。我刚才没有跳三阵，有跳三阵三阵了，三阵他啦！快点，我剩几个人？三阵他，我现在看不到队友呢。队友还在要用哦，三阵三阵，我现在还在等等，我在等，队友还在，还有23个啦，放心放心，还有23个。哇，我刚才没有跳三阵啊，跳三阵跳三阵，哎，你们没有吗？宝可梦 App 内建的哦，三阵舞啊，只有我有，抱歉，程式是我写的。好的，当然当然，你们没有对不对？啊，我自己写的啦，谁叫你？好了，我的宝可梦 App 有这个程式，跳三阵舞的声援，只有我有，没有人有。快赢了，快赢了，快赢了，快赢了！剩下21个，还有机会。我这一组现在很强，来来来来，准备，谁出色尾喷火龙 ？OTTEN， 有人抓色尾了。好好，我们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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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赢了，快赢了，不要再跳，不要再跳，快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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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小变小，有赢了，赢了。要抓了，要抓了哦！是的，所以要跳三阵舞啊！哦，你居然输了，旁边要跳三阵舞。你那边19个人哦，19人，20个人以下就不用看了，20个人以下都打不赢，真的真的，20个人以下打不赢，你要30个、35个左右。一、二、三 ，Shiny， 你有吗？没有啊。哦，要练啊，要练啊，欸，很难打，真的。你们看到这个画面，有史以来 Pokemon Go 最难打的一场战役是什么？黄金之翼哦，不是啦，这个是超级巨化之战，超难打的，一片哀嚎，以为40人可以过，不一定会过，看来有人在分享了。重点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队友的实力啦，哦，基本上40个人会过，不要担心。但是如果你的队友的实力没有那么高，你40个人还是会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不行啦齁。40个人基本上是可以过的，如果你的有队友宝可梦没有升的话，不行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目前很有挑战性的超级巨化对战。好不容易打了第二次打赢，结果剩下最后一球了。大家，如果我没有抓到的话，你们宝可梦都删掉；我抓到的话，大家宝可梦继续玩，好不好？先这样了，那准备了，我要丢了啦！三，各位有没有最后一球了？我最后一球了，我没球了，哦！唉，无语问苍天啊，啊，哪样的？猜一句成语。无语问苍天啊，猜一首台语歌。我问天，我问天。哎呀，好啦，算了啦，你们把游戏删掉啦，气死人了。死掉又打第二次，好不容易赢了，然后又抓不到，啊！不要玩了啦，不要玩了啦。